就是跟那个跟世外桃源一样，真的是有海滨丛林的感觉，对不对？而且进来啊，你会发现那个整个高度、空气的氛围都不一样。对，而且你看，我觉得这个地上这个真的超特别的，对啊，真的是用珊瑚石。是。等一下，你刚刚说什么？是吗？是。就是我们家囤了一堆的，他们是拎刀哎吗？有戏，一起交黑白。原来你就是凶手，为什么？没有啦，一条雷啊！你看，这个是招牌呢，没有，夜行走招牌呢。你说他们家这么大的一个品牌，不用找任何代言人，为什么？因为老板娘就是无招牌啊。女孩们，你们一定要喝起来，而且在喝的过程中，你要打开盒盖，先看一个老板娘为你们留下的一句话，你就是居然觉得说。我为什么要为家庭付出那么多？哦，没有，没有呀。我为什么不多爱自己一点？真的，应该要多爱自己一点。哎，哦，车停好了。哦，终于停好车了。哇塞！怎么样？漂亮吧，漂亮吧，厉害耶！今天啊，名人出来玩，然后你带我去来到哪里玩？是不是有一种就是那个异国风的人，真的出国了，而且有这种哦丛林感，对，又有海滩的感觉，巴厘岛式的感觉，海洋风，所以呢，这里就叫做海滩丛林。而且你真的算是用心的，我带着一家大小，平常带着你们去露营、上山又下海的，对，你今天带我出来约会，然后挑了这个海滩丛林。是不是真的很用心、啊？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这里一位难求。你不要以为看起来这种在，看好像在那个都市里面，嗯，不太起眼的地方，超难定的、欸。什么不起眼？旁边那一根那么大一根，你看到？不是，就大家都只会看那一根，却不会看这里、欸。所以在这个地方非常难定，这里藏在这个秘密的基地。那我们就我也停好车了，我们就走吧。等一下，我现在联络。联络谁？找了一个朋友。约会日。你带我来就好了，你还带个电灯泡来干嘛？你不要这样讲，我不许你说他电灯泡。怎么了呢？他再怎么说也是一个照亮你我健康的电灯泡。对嘛，就电灯泡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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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进去你就知道了啦。好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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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进去看，进去看比基尼。打这么开干嘛？比基尼，比基尼。哇塞！就是跟那个跟世外桃源一样，真的是有海滨丛林的感觉，对不对？而且进来啊，你会发现那个整个高度、空气的氛围都不一样。对，而且你看，我觉得这个地上这个真的超特别的，对啊，真的是用珊瑚石，是营造那个氛围。哎、欸，走啦走啦，就在那边呐、啊，在那边，在那边，走走走，好漂亮哦。好久没点好了，真的。好，我先介绍一下，莹莹是我们小子女的常客，然后也带来很多很多。我刚才讲说嘛，你不要讲她点灯泡，她真的在她身上可以找到很多对于身体很好的东西。对，在吃之前，我们两个因为我们是基督徒嘛，所以我们还是要祷告一下。没错。然后我们祷告完之后呢，我们就要立刻可以吃用的。没有问题，我会端到奉上你们的。好，因为都在你那边，我也有点紧张啊。不会，不用担心。好好好好，那我们就来祷告用餐哦。哈，阿妹，好，等一下。对，我问一下，你们知道你在平常在吃饭前的时候，是不是应该要祷告？要祷告。补充点灵粮，除了祷告之外，除了祷告之外，小可你是喝水。你还记得我们家有什么吗？你还记得家有超级重要的？我问你哦，吃进去的东西到哪里？吃进去的东西到肚子里啊。肚子，然后会经过哪里？会经过肠胃道啊。肠胃道需要什么？肠胃道需要好菌啊。聪不聪明？哎、欸，真的很聪明，真的，因为有吃我的口水了。我终于知道为什么。什么东西啊？我真的是一头雾水，到底怎么了？莹莹有非常非常厉害的益生菌，老猫胖里面其实就有三支很厉害的产品。那其实主推呢，我们就是推我们的老猫胖的 AK 一百鲜益生菌。等一下，你刚刚说什么？是老猫胖吗？是老猫胖，就是我们家囤了一堆的老猫胖，就是拎刀哎吗？有戏，一起交黑白。原来你就是凶手，为什么？没有啦，一条雷啊！你看。
可是招牌呢，没有，你也行走招牌呢。你说他们家这么大的一个品牌，不用找任何代言人，为什么？因为老板娘就是我们招牌啊。真的，对啊，没有没有没有。所以这个今天在饭前，我们要先食用，就是你一直倡导我们说，在我们吃饭前一定要先吃的就是益生菌。对啊，其实就是只是在这边就是倡导大家，其实，在饭前像我们吃这一些大餐，大家看到你看有鸡翅啊、薯条啊这一些比较油腻的东西，其实我们平常保养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可以在饭前的时候先食用我们的益生菌，其实对肠胃道我觉得都是非常好。对，那一定会很多人说哈。朗梦抗益生菌是什么？没关系，你可以上小资女行什么去搜寻，我们去找朗梦抗，其实就有非常非常多的资讯，完整的内容，其实在节目里面都有非常大量的在介绍。没错，那除了其实我觉得，就大家对于益生菌都觉得只是保护肠胃道之外，除了这个之外，其实它会给我们就像吃进去的东西，它有很好的消化。对，然后再者就是啊。市面上这么多益生菌，那也要请莹莹今天好不容易来到，你要真的为我来诉说一下，为我来证明一下哈，我真的不是白乱买的，我是有挑过的，它不是随便的一间益生菌而已。这个益生菌，你们家的背景让它吓一跳，我们家背景。你知道我们家背景吓他吓他，就是吓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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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药，你们家背景。是我们在彰化，对，彰化制药，然后我们是做中药制药，对。那现在其实我们研发出这个朗梦抗系列，就是衍生一个生技食品的概念，然后也是从一个新女性，然后从一个妈妈的身份下去。就是开发这些产品，所以我们产品现在也只有三支，那基本上就是针对女性，就是产后的女生去发想的一个 idea。我觉得女生就是需要好的肠道，然后好的消化，然后再来的话就是美美的皮肤，就胶原蛋白。对，所以目前就是很简单的这个系列组合这样子。真的，其实除了我们的益生菌之外，再来其实就是我们的软糖，酵素软糖，这个非常好吃。而且我跟你说，他拿到的时候只跟我说一句话说。不要吃太多，一天两颗，真的，一天两颗。我会，就是算真的。你没有分，但是吃进去的又是酵素。没有，我给他吃，他不知道，他不知道，所以他是顺顺的就上了，真的，所以他没有那种都很不舒服的。这个非常好，这个是最真实的，就是那个小小的一包，还全部整个包装都是黑白色系，然后还有那个夹链袋。天哪！你看我，天哪！我真的很用心在吃，好不？对，但是我跟你说，那个东西就是真的是它是天然的，所以其实对身体吃是绝对没有任何的危害。没错，这个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观念。还有的话就是我们女生最喜欢的 AK30 胶原蛋白，而且是生态胶原蛋白。这真的，早晚一包，拜托女孩们，你们一定要喝起来，而且在喝的过程中，你要打开盒盖，先看一个老板娘为你们留下的一句话，你就是你居然觉得说，我为什么要为家庭付出那么多？哦，没有，没有，我为什么不多爱自己一点？真的，应该要多爱自己一点。那真的每一个包装，还有每一个吃进去的效果，真的都是看得到的。但是，莹莹。我要为所有不管是小资女或是明年出来玩，甚至整个夯频道广大的粉丝们，三支粘着度已经很高了。有的时候齁，你知道好朋友都因为抢了那盒益生菌变成再也不理会对方了，就是只有一个怎么办？对，有没有新的产品要跟我们大家再分享的，因为真的等很久。其实，在10月24号的时候，我们也刚好会有一个品牌发表，然后在台中，然后最主要在的话，在这中间我们也会介绍，就是其实我们陆续会有两三个新的产品，大家真的会吓到，因为你就是会觉得说，天哪，吃了这个东西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效果？竟然有什么效果，我不太想讲。好烦，真的，你一定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就这样子，怎么可能？绝对不会让你觉得说你好像在服用，天天在服用什么保健食品的那种概念，它就是会不知不觉的，就是侵占了你的人。你的生活中，好不好？我跟你讲，但是你的生活会因为拉莫康没关系，拿到盒装是黑白的，但是你的人生是彩色的，真的。而且每一个产品啊，其实我待会帮你们旁敲侧击一下，它到底新产品是往哪个走向哦。因为莹莹总是给我们很大很大的反馈，所以这也是很多人对于拉莫康的粘着度这么高，因为大家在吃完它的产品之后，真的都是很安心，然后很有感受。那你说10月24号，没错。
不要让我们等太久。三四只嘛，两三只哦，快来哦！他说快来哦，你的酒渴一定要好吗？好啦，那我们还是一样要享受一下这么丰盛的食物。那我们等等哦，要跟我再帮大家套一下哈、哦，他的新产品是什么？等我，等我哈、哦，我们先用餐。吃饱了，喝足了，不像在海滩丛林里面真的，巴特讲了这么多，我们的主角呢？主角呢？主角？主角呢？主角在哪里？就是他，熟悉的包装，黑白，我家被淹没的包装。这个超漂亮的，不要以为呢它是什么保养品啊，对了，它也是保养品，它是身体的保养品，所以打开之后呢，其实大家就可以这样随身携带一小条。而且我真的跟你们讲啊，每一个人呢、啊、真的拿到包装之后都一定要看一下老板娘为 slogan， 对，亲爱的，不要放弃任何可以变更好更美的权利。天哪，是不是真的、啊、是不是？然后你还在大鱼大肉，都不会自己做些努力。那当我们在大鱼大肉、大鱼大肉之后，是不是来清清肠胃？我们当然要清清肠胃啦。好，它这个真的粉末，其实像已经讲得很细，真的非常细，因为里面是不加任何糖分。对，吃的时候其实呢，就是我们其实都可以平常就是搭配水，因为也是要多喝水啦。对，没错，肠道会更好。没错，没错。好喽，那我们就干杯，好，干杯，敬我们的健康。然后外面好多朋友，这个真的很棒，还跟大家 share， 好啦，其实我自己在吃的时候，我是没有配水，它其实吃起来是有一点什么迷糊的味道，米袋，米袋，面茶的那个粉末感，它完全就是很天然，而且真的不添加任何东西的，对，像益生菌，而且跟一般益生菌比起来还是有差，因为一般益生菌我们吃下去可能会觉得有点甜。但是这个甜的味道没有很腻，真的这么棒的东西，当然也希望名人出来玩的朋友可以得到的反应，没错，所以今天我们在享用一餐丰盛的食物之后，我们也希望我们的五脏六腑可以稍微舒坦一点，没错。那你说你可不可以让那个看到的林先生林太太都可以知道？ Hello， 林先生林太太，哎，张小姐什么的，可以好不好？我们原本只说五盒，那现在因为小可，所以十盒。哇，谢谢。但是我要讲哦，还是有这个得到的朋友的资格还标准，我们还是要讲一下，就是请大家公开分享贴文，然后 A 的两位朋友，并且按赞。那所有的相关得奖的资讯呢，都在我们 FB 的夯频道。然后今天呢，真的很谢谢，我觉得跟他聊啊，你真的可以聊了很久，因为从他的创业，然后应该讲说从你要怎么想把原本的药厂来转换这个机制，然后再把好的东西来加成它，我觉得一个品牌的产生真的不容易，真的。而且他一直在跟我 complain 说真的好热，但你跟他在聊这个品牌，你又发现他的眼中都是火，非常的热情。我觉得对，这就是跟一个妈妈在讲自己的小孩一样。我觉得是，是不是？我真不想，我不想要当妈妈了。我觉得怎么了？妈妈来，妈妈来，就是。女人呐、啊，来，再送给你们，再送给你们，再吃一包。刚刚营业又提到啊，刚刚蓝摩卡在10月24号的时候会有新品，请大家敬请期待。真的很精彩，真的很精彩。然后希望大家拭目以待。我们要拍照了，因为来到这么漂亮的地方，不可能就这样。对、啊，没错。那就麻烦你帮我们拍喽。我哎、欸，对对对，摄影师啊，当然当然。我们有摄影师，然后你看你穿的多新，是摄影师，我就。好，我拍，好不好？